情况我自己有带来给各位看看。我的一句话是如何改变司法的使命。使命现在是很红啊，因为大家都要取死啊，不使命。没有错啊，司法做得不够，大家呢就不断的来指教司法的一些问题的缺失。所以司法被弄错啊，有人甚至里面有屎有尿，那屎尿是在，屎尿是到，也在其中啊。那我的自我鼓励是这样，最会啊，做火一起用力，使法律的生命啊，另外一个使命哦啊，使法律的生命发光发热。那我想，这个是我们这次愿意来参加这一个会的所有的成员的共同想法。他们可能不晓得为什么自己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但是我跟第一组的成员们说，没有错，每个人都没办法好好解释说我有什么代表性，但每个人都可以告诉自己，在他点头愿意来参加这一场社会跟法律对话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产生一个连结。这个连结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关于司法的问题。好，以上是我跟各位做一个汇报的报告。